殿下，知道本王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你的吗？殿下喝多了。 今天就让你体验一下人间其乐，畜生！这个小狐狸精，等你成了残花败柳，看郎君还要不要你？ 这么快就完事儿了，郎君，你怎么来了？叫奴婢伺候，让奴婢去你房里就是了。我不是来找你的，婴儿呢？婴儿他不在房间，一定偷偷跑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去哪儿了？这个不知羞的。 每天晚上都往外跑，也不知道是勾搭上谁了。你知道这些事情，你不管吗？奴婢管他，郎君又要说我欺负他了。这种事情传出去会丢了郎君的脸，奴婢不敢对别人说。岂有此理！郎君，贱人。 敬，住手！陆汉兴，还敢走？你现在胆子不小啊，敢动我的侍女？都是你情我愿，你管得着吗你？管不着是吧？我管不着是吧？管不着！ 你再打，你再打我还手了！还手！你还手啊！还手！还手！还手！怪不得每天都嚷嚷着累呢，原来在这里偷男人啊！是你？对，是我向郎君揭发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。郎君他对你那么好。 你却在这里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，下贱！为什么害我？自己做了坏事儿，就不要赖给别人吧。你竟敢打我！啊！ 郎君，这个小狐狸精做了坏事，恼羞成怒，要打奴婢。行了，半夜三更的嚷嚷什么？你先回去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。郎君，去啊！娘。 最好的人就是你娘了。要是我走了，你跟谁哭去？女儿不孝，我没能让你享过一点的福，就连你最后留给我的一点东西。
都保不住。娘，女儿好想为你报仇，可是可是敌人就在眼前，女儿却什么也做不了。你要是讨得本郎君的欢心，你以后要什么就有什么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掉进过这个池塘，差点淹死。是太子救了我。太子。那时候我们都还小，他看我掉进水里，想都不想就跳了进去。我时常想，要是我那会儿没活下来，在他心里，我就永远是那个可爱乖巧的三弟，而不是他的眼中钉、周王。那为什么后来？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。谁？苏天师。那个以相术闻名天下，极受陛下看重的苏天师。他看过我的相。他说我的命贵不可言。贵不可言，你知道这四个字在皇族里面有多要命吗？从那天起，我就成了太子的对手。那宫女的死，你很痛苦，可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痛苦吗？死不痛苦，改变才最痛苦。当你看着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，当你看着和你一起长大的手足变成你想都不敢想的样子，那才是最大的痛苦。希望我们能尽自己最大的一份力量，让这个世界不要面目全非。殿下，知道本王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你的吗？殿下喝多了。是你帮司徒上瘾那次，你很执拗，你从来不愿意被这个世界改变。这个世上有很多诱惑，也有很多磨难，要想不被改变，要想从头到尾活得像自己，太难了。坚持不住的人会不知不觉忘了自己原本的样子。做出一些自己从前绝不会做的事，谁？是你？
我来为自己申冤。本郎君亲眼所见，你还有脸申冤？请容音儿把实情说明。芙蓉，答应我，坚持做你自己，尽管显得很不识趣，但是本王很喜欢，真的很喜欢。郎君，该起床了。什么时辰了？快辰时三刻了。玲珑，你干什么呢？婴儿。婴儿是冤枉的。如果以后你什么都不知道再瞎造谣的话，饶不了你。郎君，别为难玲珑姐姐了，以前的事儿都是误会。还是你最乖了，你放心好了，陆汉兴那混蛋，我肯定会找他算账的。大郎君，大家翁叫你过去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在忙什么呀？郎君不是说要我和玲珑姐姐好好相处吗？我打算啊，给她画一幅画像，让她高兴高兴。这是个好主意。这玲珑身上穿的是什么呀？珍珠衣啊，她穿着可漂亮了。玲珑有珍珠衣？有啊。你现在胆子很大呀，你连莹莹的珍珠衣你都敢偷啊。我没有偷，这珍珠衣是我积累多年赏钱买的。你还敢跟我狡辩？打，给我打。郎君，郎君，郎君，我没有偷。郎君，郎君，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寒星郎君，你快救救我，他偷了莹莹的珍珠衣。啊，这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不能走，你救救我。你说你偷谁的不好，你非偷莹莹的。我劝你早点承认，还能少受点罪。陆寒星，你这么无情就不要怪我。我说珍珠衣是陆寒星他偷来送我的。你这贱人可不要胡乱攀咬啊。大家翁和郎君在天牢的时候，他拿走府里值钱的东西，首先自己贪了一半，他贪恋我的美色，就把这珍珠衣送给了我。闭嘴，满口胡言，你给我闭嘴。这种手脚不干净的贱婢，按府里的规矩处置。是。郎君，我没有。郎君，郎君，是陆寒星偷的。郎君，你要相信我。郎君，郎君，郎君。哎，陆琪啊，还是你英明，知道是那贱人诬陷。给我进来。哎，不是，又怎么了？